奇奇怪怪的事情，然后就觉得那些东西很丢脸。其实那些事情不会很丢脸，还可以让我变很棒，很会交朋友，人际关系很好。我以前跟别人吵的时候，就是会呛来呛去，或者讲揍人，解决冲突的能力变好，会跟他好好讲，
我就跟他好好处理。现在变得比较敢一点，就是之前比较不敢，就是我不想做或者是不敢做的事情，我就全部都推给别人，这样变得就是自己做的事情很少，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做到。那现在就是我会去主动去征求，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做或者是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参加迪菲尔之前，就是情绪很容易暴怒，动不动就会暴走，然后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然后爸爸妈妈都很头痛。我觉得我只是把我情绪表达出来，可是就是没有人懂。那时候的感觉就是，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懂我自己而已。自从来了迪菲尔之后，我除了情绪管控上面，还有人际关系，我了解到交朋友的部分不能只讲自己喜欢的，也要顾虑到别人的感受，跟别人讲话，然后还有表达自己的意见中间做一个平衡。蛮开心的，就是至少能够更懂别人，别人也可以更了解我，我也自己更了解我自己。